为了要庆祝母亲节，北港镇公所伫北港文化中心举办模范母亲的表扬活动，由镇内28里来推荐29位的模范母亲接受表扬。其中91岁的谢赞镇赵女士，伊的翁婿正少年就往生，早年一个人卖爱国奖券来请养五名子女大汉。而且伊的囝儿毋是医生，就是做老师，互人是真钦佩。这次除了接受镇公所的表扬以外，嘛接受县府以及省政府的表扬，会当讲是开幕当中的开幕。北港镇模范母亲表扬活动伫北港文化中心闹热进行，镇长甲代表会主席除了赠送康乃馨甲牌匾予模范母亲以外，嘛安排冠肖上台来翕相留念。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呢，今年的母亲啊、我感触最别特别多啦吼，因为这段时间都拄到我的家母吼，都来往生吼。昨昏咱的告别式才办理完毕，咱今仔虽然办理到这模范母亲表扬，所以说心中呢感触很多啦吼。我一家呢啊嘛代表北港调研局南港事会吼啊，以及吼北港镇民代表会啊，恭祝吼啊天下所有妈妈吼母亲节快乐。今年镇内28里推荐29位模范母亲来接受表扬，其中91岁高龄的谢赞镇赵女士，一个人照顾家庭，教育子女优生，除了接受镇公所表扬以外，也接受县府和省府的表扬。我是信天主教，所以我就有个信仰，所以再苦我们要撑下去。我不是信天主教的话，今天我们的子女没有这样子的成功。谢妈妈这次接受镇公所、县府、省府的模范母亲表扬，堪称是楷模中的楷模。伊的子女除了感觉真光荣，也感恩妈妈的伟大。那我们家庭呢，每五个儿女呢都非常的平均，那对社会呢都有一定的贡献呢。这是我妈妈呢，这个从那个辛苦的环境里面的，还有包括对天主教的信仰呢，达成这样的这个。是，我觉得没有几个人做得到。无论是有受到推荐模范母亲，还是无，为着翁婿子女家庭来牺牲奉献，每一位妈妈拢非常的伟大。今年的母亲节，镇长因为妈妈往生，心情真感伤。伊呼吁乡亲友好父母爱及时。伫送别父母的这段期间，伊感谢各界的帮助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